孤独了一个世纪，习惯了漫无目的，写无意义的字句，仿佛被幸运遗弃。为什么遇见了你？是不是命中注定？那些纠缠和不安的情绪变得有诗意，好像沉入了海底，好像星光的孤寂。我的生命中最好的回忆，只因为拥抱你。是因为命中注定。